我决定换一台可以装很多礼物的车来。今年的圣诞穿车特别舒服，根本不需要我来帮忙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？放松。你不踩，哇，吓死我了！你不踩，哇，吓死我了！听到马达的声音，就是把碟盘夹紧，所以这样子也是一个安全的辅助。你很重视用车的安全吗？什么叫做 PKSB？ 怎么帮你刹到停？锁定每周六日晚上10点，跨界大赢家。